嗨，我是小母羊佑佑的女友恩恩。今天要带来的是雅雅的实战。这场是三排。由于男友一开始点错技能，所以就直接骑到福身上了。凯撒路的对线角是夜叉，所以应该很好打。这场我们是没射手的。优先清完兵线就能先跑支援。这边想吃凯，结果被发现了。后来决定还是先把他逼退，总比被偷到凯好。完全是服了操作秀。这次没人了，可以轻松吃。
队友救得漂亮。这边我男友差点死掉，刚好那刻过来。这边俯瞰到刀锋，直接瞬移上去划他。接着夜叉又跑来送。这边男友跟福沟通有些误会，结果没一起。另一边那刻开秀了。然后就这样一路拆掉珠宝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